萨斯即将崛起。哪去了？不是人呢？这个兵线不是很好啊，整的。我只压到了一个小兵，好像。他们将后退。啊！居然没拉到。15个 Q， 早知道刘毅拉他的炮车了。哇操，11个刀。站小兵这里，让他把一把线推出来。他学的两级，好像是这样。而且他也有疾跑，他有这个相位猛冲啊，其实没那么好抓到他的。你一拉到他可以 EAQ 直接就往后拉，你抓不到他的。这样线就可以压经验了，还是死机了。给他也没事，我还有药了。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我的兵线。他可以这样直接拉开，我这波要把线压进去，雪人随时可能会再来的。他肯定会卡线，卡线他能 Q 好一会儿，要是两级一技能，现在还有一波线，凌驾一切的战力，硬推得推进去。不好推进去，他一把兵线清完了，三级意识能清兵线。他也没那么快能升六，走吧，他要控让他控了，这波必须得回。还挺油的，他把我闪现给推没了，不然有机会的。这线他清的很快，一个亿就清完了。
要出水银鞋对吧？但不是现在，你直接出水银鞋，一点攻击力没有，很难搞的，得有点攻击力，就完全没有攻击力，伤害太低了。他后面还是转 AD 的，他不会出 AP 的，他只是用这个来过度对线，最多三级 Q 就得转 Q 了嘛。我也有时候会玩狗头，这个玩法我还是知道的。应该一补这几个刀。让他慢慢意嘛。从不后撤。雪人好像要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要犯任何错误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狗头他不想叠 Q 了，他就一。他对叠 Q 已经没兴趣了。行吧，你就这样一直耗着吧。不知道这炮是他吃到没有。怎么说？他移速比我快啊，移速快我不少。又给他 Q 了一下。凌驾一切的战力。皮亚不用射，用了。直接撞，开心意会好一点。你看跑得贼快，差点没抓到，触发了他那个相位猛冲。哇，跑的那叫一个快。好大一个雪球，怎么办？滑，再滑，滑到盒子上了。哇，小丑有点厉害。保持警惕。给他转麻了，偷偷叠了这么多 Q， 再让他一。不要犯人。
哎，我想 Q 闪，短了，他妈着急了，我操！我感觉他回头一下，距离够的，我就直接上了。着急了，兄弟，主要是好机会啊，我想把握一下，没把握住啊，啊，难受。这波没杀掉他，后面就很难杀了。 因为他补不到的，他就 E 啊，他不用平A补，下来那么一丢丢，这六重吃塔皮很快，来不及打断他了。 还清了我一波兵，人要来了，快跑吧！小奥他其实没什么用啊，他这 Q 两下血都全回上来了，没压住他这 buff， 雪人这波要推起雪球过来了，感觉要越过来，他这不止三级E，感觉有四级E了。那推球应该从这边推过来的。 这个东西一刀把我囊死了，这波舒服了呀，吃了个900块。从此后撤。 我这把韧性先把韧性拉满吧，现在是三个韧性，现在是对，符文里面天赋里面装备都有。180 Q 了，突然一瞬间没看。 打扰片子。他风起好了，应该拉一下的，没看他天赋。 小丑不来，我绝对是能打赢的。
没护甲，这防御塔打我太痛了。又被小丑背刺了，主要打狗头，我都看着他不想让他叠 Q 啊，有点着急呢。我这塔来不及收了呀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慢慢玩啊，慢慢玩，不着急。这两波，有点可惜啊。可能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闪现拉开，我拉开他可能就不追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拉开他很有可能就不追了，不追我就尬住了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他们抓狗头去了。有没有这个人在偷大龙？没在偷。杀出一条血路。他把蓝打了，我操！这就是我的能力。赶紧靠，赶紧靠！
没事，打团慢慢玩，不着急的。哦，这把真的一点都没压住他。他们小龙放了，我去找狗头吧。 我到这里等他，他好像不来，不来那算了，我跟他打，这雪人要抓我了，这可能不去团，他要带线的，他这个大龙 buff 要暴露我了，他应该不会来了。 建议是算了，他没看到我吗？第一时间。 我感觉他一刀捅不死我的，但是我还是交了个疾跑。我感觉他一刀伤害是不够的，但是我不确定啊，好像他伤害挺高的。这怎么能叫小丑巅峰对决呢？啊，这把混了，这把混了。